承认主人在挑衅我们，想引诱我们去城塞的深处。他知道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炎狱之主的力量每分每秒都在增长，我们必须阻止灵魄继续流入渊侯，提高警觉。凡人，戴纳瑟斯在这里很有优势，他会用尽一切诡计阻挠我们。欢迎，我一直都很期待你们的到来。我们来看看是谁来了。果然是我们桀骜不驯的王子啊，还有遭到罢黜的热血控罪者，再加上叛变的前任将军，后面跟着一群急着来送死的凡人小喽啰。废话少说，戴纳瑟斯出来面对我们。雷纳瑟，我还记得不久之前你也是像这样大吼大叫，我们都知道当时下场如何。看来你学不会教训，或许我太仁慈了，毕竟我可是出了名的怜悯包容。我们就用适合的挑战开始为你赎罪吧。
我离得太远了。却不明白自己的地位，真叫人失望。哦，但你也不算白交，毕竟我可是杀掉了你很多的爪牙呢，老师。确实，你所到之处死伤无数。如果你这么喜欢搞破坏，我这个大块头朋友倒是可以陪你玩玩。是谁在这里捣乱？没有人可以打扰主人。对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
了。我要裁判停止我的范围了。再靠近。凡人，我们绝不能放弃。幸好这面镜子看起来还有修复的可能，要小心。对上戴纳瑟斯之前，还得先解决他最忠诚的卫兵。Yeah.
我用了所有力量才挡住他们的突袭。海厄，格拉萨，别再让你们的愚忠蒙蔽了双眼。戴纳斯所有达成的交易会毁了整个瑞文崔斯。你带来了一股毛修，一旦下装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。食人魔，打倒那些篡位者。天空清出一条路来，英雄，把他们的灵魄带给我。撕成碎片，我离得太远了。流血！
团中，真是我吗？皇子，我还没倒下呢。不过翅膀动起来可能不太灵活。我离得太远了。我会毁了你们。我离得太远了，需要再靠近一点。你逃不了的。我已经超出范围。你的刀刃无法伤害我。勇士，我会在天空清出一条路来。我需要更多灵魄。我的刀刃会锁定。笑中的一切被昔日的主人变得如此不堪，实在令人难过。我的朋友被百步欺瞒的不只有石原魔，我敢说就连沈断者也曾被当成棋子。